你看，果然诺兰得奖了，奥本海默拿下5项大奖，绘图转身的金球奖成功结束了，获得最多提名的芭比拿下了一项几乎是为他设计的电影票房成就奖和 Billie Eilish 演唱的最佳原创歌曲。而大导演诺兰除了拿下了最佳导演奖之外，奥本海默也拿下最大奖戏剧类最佳影片和最佳配乐，以及戏剧类最佳男主角，还有小劳勃道尼也拿下了最佳男配角奖。喜剧类最佳影片则是由可怜的东西拿下，主角艾玛史东也顺利的拿下喜剧类最佳女主角奖，而戏剧类的最佳女主角奖则是由花月杀手的莉莉格莱斯东拿下。还没有看过的朋友，这部电影即将在1月12日在 Apple TV Plus 上面上线。喜剧类的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配角奖则是颁给了滞留生、最佳剧本和最佳非英语电影给了在坎城影展上面拿下金棕榈奖的罪恶真相。最佳动画片则是给了日本吉卜力的苍鹭与少年。推荐金球奖上面的这三部影集真的是太好看了，《继承之战》、《大雄餐厅》、《怒呛人生》这三部影集几乎包办了今年金球奖上面的影集类的奖项，分别是戏剧类的最佳影集《继承之战》，还拿下了戏剧类影集的最佳男主角、还有最佳女主角以及最佳男配角，而喜剧类最佳影集得主《大雄餐厅》则也是拿下了喜剧类的最佳男主角、还有最佳女主角奖，而拿下最佳迷你影集的《怒呛人生》也是包下了迷你影集的最佳男主角奖、还有最佳女主角奖，基本上就给这三部影集分完就对了。只有王冠靠着饰演戴妃的伊丽莎白戴比基突围杀出，拿下了一座最佳女配角奖。所以这三部影集你知道在哪里找到他们吗？金球奖主持人大失言。今年的金球奖虽然颁奖典礼进行得非常顺利，明星们也回归到现场出席，但主持人 Joe Coy 的开场则是遭到了大部分明星们的人眼，有记者称为是一个可怕的、诡辩的、无聊的笑话混合体。他几乎得罪了在场的所有的明星们，包含他提到泰勒斯跟他 NFL 球星男友的恋情。The Golden Globes, we have fewer camera shots of Taylor Swift. I swear.然后说奥本海默的片场太长，他看不完，并说自己的新年新希望就是在2025年到来之前把奥本海默的第一季给看完，更开玩笑的问说劳勃迪尼洛到底是用了什么特效技术才在80岁的时候还可以让他的女朋友怀孕，也嘲笑了大师风华真爱乐章里面 Brady Cooper 的鼻子，当然也说了很多关于芭比的笑话。有网友认为他开玩笑开过头，他说芭比是一部有着大胸部的塑胶娃娃的电影，艳女的言论，但芭比的导演 Greta Gerwig 则是大气的回应说他没说错，芭比确实是第一款被量产有乳房的娃娃。 Greta Gerwig 真的是一个有脑袋的聪明人。恭喜老爷贺喜夫人，大家都有喜事。不仅80岁的劳勃迪尼洛要当爸爸了，连61岁的杨紫琼都有小孩了吗？最近刚刚办完婚礼的奥斯卡影后杨紫琼上周无预警的抛出一张婴儿的脚丫的照片，并写着2024年第一天的奇迹，我们真的是太幸福了，我无法言喻这个礼物我有感到多么的高兴。不过里面并没有写到这是谁的孩子，所以大家原本还在猜测是不是杨紫琼找了代理孕母来生下自己的孩子，因为婚礼上面的杨紫琼看起来并不像是个孕妇，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是杨紫琼老公的孙子，并不是他们的儿子。另外一位确定当妈妈的，则是我们的小美人鱼海莉贝利。今年23岁的她，也是在 IG 抛出了一张她和男友爱情结晶的照片。曾在去年被拍出隆起小腹的她，并没有正面的回应她是否怀孕的传闻。顺利产下小孩之后，则是大方的跟大家分享这则喜讯。除了去年全球大卖5亿的这部小美人鱼之外，近期也演出了口碑极佳的紫色姐妹花，演艺事业可说是蒸蒸日上。最近在美国有一架客机在半空中突然窗户飞走了，幸好紧急降落之后无人伤亡，但应该在飞机上有很多人的东西都在半空中飞了出去，包括有一只 iPhone 从空中飞出去之后却在地上被人捡到，被发现完好无缺，荧幕都没有裂开，这怎么做到的？我的那一只掉到地上都会裂开、一样从天上掉到地上的应该是票房输给旺卡的水行侠第二集。有网友说这部剧的编剧是不是跟冰与火之歌第八季是同一位，生硬拼贴的情节从星际大战到魔戒到阿凡达全部都在这部电影当中，好好的超级英雄不做，偏要学唐老大去玩 Family， 里面演的最好的是章鱼，还有五秒下线的大反派。这部电影真的除了声光效果还不错之外，还真的是在为观众吃蟑螂。影视快讯，杰哈巴特勒将在真人版的驯龙高手电影当中饰演主角的爸爸，真巧当年动画电影这位角色的配音员也刚好叫做杰哈巴特勒。X 教授确定会回归在死侍3这部电影当中，他不会又要再死一次吧？
他这个角色在电影当中已经领过三次便当了。自杀突击队的导演版导演大卫艾雅说不会有这个东西了。我真的蛮想知道原来的自杀突击队长什么样子的。刚拿下金球奖戏剧类最佳男主角的席琳莫菲传出他有兴趣回归演出28天毁灭倒数的第三集，所以第三集是28年毁灭倒数吗？吉普利的魔法公主上周在台湾上映，这部1997年的动画电影拿下了上个礼拜的票房亚军，也是新片冠军。最近电影院真的没有什么好看的。Kevin Klein 内裤广告找来大雄餐厅的主角杰瑞米·艾伦·怀特。Yes, Chef。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谢谢你的收看，这是罗频道，下个礼拜应该会停播一次，我们下下个礼拜见，记得明天要去投票哦。